字，为什么重要在纸上？跑步为什么跑到前头就有奖？跑车为什么跟过问一样？为什么手信落叶落像？为什么永远擦打上？为什么家家有几面墙？阿爸是阿爸，他整天不说话，妈妈在擦花。为什么上？为什么家家有几面墙？爸爸是阿爸，他整天不说话。妈妈在插花，他怪我多说话。呢首歌系林夕写最好嘅歌。林夕写嘅，你唔信系林？